268辆磁吉列车浩浩荡荡地抵达马来西亚吉隆坡五级加里尔布特拉体育馆，参与雪龙分会与巴生智慧联办的2013年岁末祝福暨20周年庆典。2天3场的大型活动，成功邀约21000人民众一同前来共襄盛举。我们希望透过这两天的这样的置业展的这个分享，希望带动我们的会众大德他更肯定他护持慈济人所做的这个置业。由388位慈济之工组成的圆梦及行愿演艺团队，气势磅礴，震慑人心，娓娓道出雪龙慈济20年的甘苦法喜，并学习鉴真大和尚东渡传法的毅力，进而实践正念上人给予马来西亚100万陶菩萨的祝福。看出那种团队精神，团结就是力量，就是大家都是有着共同的心、共同的愿，所以做出来、呈现出来的效果是真的很感动。接过正言上人的福慧红包，看过慈济20年来的4大置业、8大法印的成果展，期盼群众开启爱心，加入好菩萨行列。我们在参加的岁末祝福，当然也是刚好自己沉淀一下，回顾过去一年有哪些事情就自己来讲有哪些事情要可以做得更好。这种展览可以体会，给更多人体会到怎样去帮助那些贫穷的人I think I want to continue to help Suji members as long as well。慈济置业为天下苍生造福，迫切需要人人发心成为人间菩萨，共同缔造一个清净祥和的社会。大爱新闻邱文静、林伟成，马来西亚吉隆坡报道。